第七题，在光滑平面上以150牛顿的力分别用甲乙两种方式推动物体，则哪一种方式所造成的加速度较大，加速度大小为何？甲呢是100公斤跟50公斤叠放在一起，乙是一整个150公斤，在我们平常的考虑中，这两个情况的质量是一样的，都是150公斤。那么根据公式 F 等于 ma，如果我们的受力一样，我们的质量一样，那我们的加速度当然就会一样，所以加速度是一样的。那多大呢？再根据 F 等于 ma， 我们的力量是150牛顿，我们的质量是150公斤，所以我们的加速度是1公尺秒平方。所以第七题问我们说，则哪一种方式所造成的加速度较大，加速度大小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一样大。1公尺秒平方。